样了吗？日复一日活出差不多的他，也不算勉强，还能笑着回答最近还好吗？选择良善，选择为难时候的优雅，他却这么想，想搭上一班回头路的车厢，让窗外变化倒转，反复如常，开往反方向，遇上另外一个他，在哪里一切会不会不一样？就这样了吗？日复一日活出差不多的他，也不算勉强，还能笑着回答最近还好吗？选择良善，选择为难时候的优雅，他却这么想，想搭上一班回头路的车厢，让窗外变化倒转，反复如常，开往反方向，遇上另外一个他，在哪里一切会不会不一样？车厢，让窗外变化倒转，反复如常。